年公开认爱大码女神蔡卓宜，一举一动备受外界关注。今年年初，两人就被拍到一起在马来西亚逛夜市，感情可说是相当稳定甜蜜。而蔡卓宜妹妹近日在网上分享和家人过新年的合照，第一张是三兄妹的合照，因为久违相聚让她十分感动，直呼今年三姐妹终于合体了。接着妹妹要大家往右滑，看他们从三个人变成了好多人。粉丝们一往右滑会发现，三兄妹都有自己的归属。王大陆也甜蜜搂着蔡卓宜的腰，对着镜头比耶，露出温柔笑容，看起来一家人和乐融融。照片一曝光，网友们纷纷直呼王大陆在过年期间见家长，是不是快要有结婚的好消息，让粉丝们狂喊恭喜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